从那个里面进来呀，就是我这个位置了。然后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这个教堂，很不错的教堂。但是我想在这照张相，可是那边车太多，全都是轿村，然后我这个不太好照这种古典的感觉，车太多了。你看这，这几脚，你看这个小楼多漂亮，我就喜欢这种小楼。这边有大狮子，教堂的钟声响啊。